Dalston School 建立于1918年，是一所英国著名的男女私立的 prep school， 学生招收2至13岁的学生，他们地方是处于英国美丽的 Surrey， 里面有3个校区，分别是 Epsom 的幼稚园、Ashdod 和位于 Leatherhead 的校区。学校善于运用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方法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天分，培养学生的自身的责任感，令他们解决问题和学习与人相处。与此同时，学校关注学生的学术方面的成就，每年的毕业生中有超过95%的学生进入了他们第一志愿的心仪的中学继续学习，而且有超过68%的学生在6年级时是成绩非常超卓。学校非常关注学术的生活和课外生活的平衡，学校认为学术的生活能够增长知识，开阔眼界，而且获得成就感，而学校课外的活动呢，就可以培养学生的情商和同人交际的能力，也都开发学生的潜能。学校提供多元化的幼稚园和小学课程，课程包括在幼稚园就有法文、技术、舞蹈、体育、英文、数感培养、文学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科学、音乐、艺术、手工制作和戏剧的。至于在小学方面呢，有英文、数学、科学、宗教研究、电脑、地理、历史、艺术设计、音乐、体育、个人健康、舞蹈和戏剧、拼写和语言、推理和逻辑。Dalston School 的学生在学术方面表现十分优异，在2019年的 Common Entrance 的通过率是 100%， 学校呢有30名的学生获得升学的奖学金，包括3个全奖学金、5个学习奖学金、11个体育奖学金、4个音乐的奖学金、1个的艺术奖学金、1个 D&E 奖学金和5个其他的奖学金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很多的私立的中学已经在升中考试之前预先取录了 Dalston School 的学生，而大部分学生入的都是非常好的学校，例如是 St. John's College、Epsom College、Wellington College、Westminster School 等等著名的学校。学校有超过70项的不同的课外活动，除此之外呢，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体育活动、音乐或者戏剧活动。 Dalston School 在活动设计上面遵循着将课堂的学习带入到课外活动的理念，将调查和研究带到真实的生活里面。在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里面呢，他们不时都会是参观英国国内的不同的地方，包括英国的国家天文台等等。除了在英国国内的旅行之外呢，学校也都组织过出国的旅行，开阔学生的视野。在近期的学生旅行之中，学校带了学生去参观了诺曼底，探索他的文化和风情，而且也都去了法国的阿尔代泽，体验了攀石的刺激，然后还有滑雪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学校资料或者申请详情，可以联络 Cognita 国际招生部或者他的授权代理。